白云镇前任县令实册，在白云镇被围之时无故失踪，是死是活，大人必须查个清楚明白。在这白云镇，能在县衙里杀了官员，而且事后还能打扫干净，那应该是何人？大人，是血仇。 刘翔为何没有阻止血誓？任凭血誓每天杀人，要么是阻止不了，要么是他也不想阻止。众将出营，北奔后命，准备迎敌。既然对李为敌，那就各显神通吧。母亲去，急急令令。